Hi, I'm David. Today's video is different. I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Dama I know to do a little interview with since I got home at the end of March. O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3rd, Mom's good friend, Mrs. Bu, had time for a little interview with us so that we might have a more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what was said before.我出生在军人家庭，基本上在部队大院长大吧。我小的时候在江苏，11岁的时候来到石家庄，之后就在这儿一直上学到高中毕业，就进了工厂，在煤矿机械厂，之后又在本单位谈的朋友成的家，在永安街小学上学。 之后，就到十一中，上的中学，就是文化大革命，也没有学什么东西，就整个那就是分配，好多人都下乡，因为我的哥哥姐姐都参军了，所以我也没有下乡，就直接就分到工厂里了。 那个部队一直在吃食堂，还没有遭过那个罪。之后呢？之后就又赶上下乡，他没有赶上下乡，也挺遭罪的。我没下乡。就是在工厂待了一段时间。对呀，就感觉这，哎呀，这辈子给荒废了。其实，你是说？ 你是说别说的那么多，别说的那么详细，别说那么婆婆妈妈。其实我这要一说哈，我跟他们说过，其实我不应该是进工厂的，真事儿。这，<笑>没事儿，没事儿。<笑>我当时我父亲拿2套衣服回来，我们两个应该我跟我姐姐一块儿就去部队的，就是我妈妈一句话，那个。 身体不好嘛，他身体不好，说一家都卖给部队了，得留一个，等于是我是家里的牺牲品，我要留在家里照顾他。我跟我姐姐差1岁，我姐姐说我坚决要走，我必须得走，我要是你不让我走，我在家我不干事儿，我气着我妈，结果我就问我就说我这个人从小就老实吧。 要问我，那你怎么办啊？我说那我听我妈的吧。你看她有病啊，你得需要照顾。我比她小1岁，我就那么傻。<笑>所以这就从她使我14，这个命运就从这儿就分开了。她天上我地上。<笑>到工厂以后就是那么按部就班的上班呗，工作呗，特别累，特别累，特别的辛苦，还要三班倒呢。国营的，而且那个我们那时候算去了这单位还不错呢，挣得多呢还，比别地方挣得多呢还。但是后来就不行，市场化以后一会儿慢慢。 越来越来，这个国营企业就不行了。还好我们单位没有像人家那个倒闭呀，哈，让你下岗啊什么，还没赶上这个，还可以，还算可以。退休之后就又开始那个照顾双方的老人，忙着操办孩子的婚事儿。等到都忙完之后。 闲下来了，就觉着想找点乐趣，哎，无意中就认识了这他们这，就接触到这个广场舞，就开始学广场舞，都学了2年以后吧，就觉着感觉不专业，就还想深造，就走进了老年大学，开始学民族舞，现代舞，古典舞。 走模特，又学声乐，为了小孙女又开始学钢琴，反正业余生活现在挺丰富的，也挺充实的。
炒股赚钱，赚钱给家里那个改善生活。孩子那个第一套婚房我都贷款买的，还贷款，之后就炒股炒股，最后我又在这边又给他买了学区房，赚的挺多的。哎呀，觉得挺充实的，我退休以后觉得挺充实的。而且现在在老年大学里，这么多的那个爱好，又跳舞又唱歌又弹琴的，特别开心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现在生活挺充实。挺普遍的，但是适应能力强的人很快就认识了新朋友，像我这样的很快认识了新朋友，完了以后在一起这我就玩得特别开心。我原来不在这边住，也是到了新地方。反正你要兴趣广泛，你爱好多，认识朋友多，你就很快就又融入新的环境了。一般我们在一起玩的是特别开心。比方说春天一起出来踏青，春暖花开的时候出来拍照，一起去 K 歌，一起去旅游，在一起玩的特别开心，不用操心。跟团也可以，但是私驾呢，我们自己家出去玩，我们两亲家一起开车出去玩，玩的也特别开心，因为孩子们他就给你操心了，到哪儿住到哪儿吃，玩的挺省心的，两个都喜欢，出去玩挺开心的。炒股啊，做股票，因为当时你看就是那个年代吧，进了工厂了没办法，挣得少，买房啊，你干什么生活，你改善生活你就需要资金啊。我做股票做得相当好，这就是退休以后学的，完了用电脑炒股票，上网学习，那个疫情这时候就是上网课，各种课都是在网上上。我感觉很自然的，很正常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上班特别忙，家里老人也上班，没有时间给你看孩子，你自己弄孩子，特别的辛苦。但是呢，那时候各单位他都有幼儿园，歇完产假就可以把他送到幼儿园去。但是你现在这单位都没有，你像我觉得咱们这尽义务吧，能尽多少尽多少，我觉得很正常。这个体的他可以把工作停下来去带孩子。你这我们的儿子媳妇儿他是公务员，他不可能把工作去辞了去带孩子去，对吧？我觉得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我除了上老年大学我兴趣爱好之外，我把孩子也给他帮忙给他带大了，不挺好，挺正常的，我觉得挺自然的。等到他大了以后，那他能独立了，那他也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呗，我觉得很正常。我觉得应该这个老一辈应该帮着孩子带。因为我那时候就特别希望老人能给带孩子，特别辛苦，自己上班把孩子弄回来，下了班连看着孩子你还得做着饭，你还得给他辅导作业什么这个那个，特别忙。我感觉咱们这个看孩子这好传统，你不能说你什么都不管不顾，咱们这儿也有跟人家外国人学，就是我不管孩子，你管他了，他愿意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就去自己我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可是你不想想，那孩子就不工作了，这是我咱们国家的这个光荣传统。对对对，尊老爱幼，你也有老的一天，孩子以后老了，孩子们还也会孝敬你啊，对吧？对，这感情都是互相的，你一点都不管他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不可以。你在家你无聊你没事干，可是现在我带着孩子，你看那个小孙女，我一上午给她钢琴课，语文课，数学课，体育课，下午这不刚给她上完那个棋类的课，
你开发智力啊，他马上该上学了，你就这真是老有所乐，你带孩子也是乐趣，挺开心的，去幼儿园送他接他，完了马上九月份该上学了嘛，现在等于是学前班，现在疫情上不了，所以我在家给他上这些课。上网课是吧？对，也有网课，也有给他自己家的课。啊，然后就是比方说弹钢琴，他原来跟着老师呢。嗯。现在疫情他去不了，去不了我就按照原来的课程，给他找那些那个，就是让他练习，别那个，别给断了就，一直练着呢。个例吧，很少的，很少，一般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。嗯，我觉着就是个例。嗯，很少有人会这样。嗯，你像这些事儿，我绝对不会去干的。您身边的也不会有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周围的人都没有这样的，我都感觉不是真实的，我不相信那个。反正要是有也是个例，反正我接触这些人哈、啊，嗯，你看我们那个年代那个过来的人都特别守规矩，特别讲道理。反正我们一起认识的这些，互相之间呀、啊，跟亲姐妹一样，嗯，特别融合。走到哪以后也特别讲道理，特别讲秩序，不会做那种。出边的事，别看我们是工厂出来，我们也特别有教养。那这家庭出来的人不会做那种荒唐的事儿。家庭教养问题是没受到这个教育，我都觉得。嗯，素质太素质差。嗯，这绝对不应该。反正我周围的人没有这样做的，我们到哪儿都井井有条的，嗯，不会做这种事儿。Mrs. Bu now represe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me Chinese Dhammas, and my mother's experience is similar to that of another group of Dhammas. In fact, in addition to what I have said before, there's a very large group I haven't mentioned, and that's the rural Dhammas. First, because I have little contact with them. Secondly,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factors involved.So I can't make a video yet. There's various dhammas in great change to China. No matter what their status in society or their current life, it's hard for people to come from that era. I wish our dhammas are in good health and will fully bloom in the rest of their lives. Mm-hmm.